面对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提问，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思索片刻，明确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汤恩比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阐明这是他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做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把中国置于全球演变的多维空间来评估之后所获得的审慎结论。一部中国近代史足以令观者眼花缭乱，令智者从沉重和苦难中看到东方醒狮的后发力量。纵观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乱花迷眼，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最终都纷纷碰壁了，破产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实现中国梦，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之所以选择共产党，人民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历史之所以选择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开辟了一条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路。这条道路是可以为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及最广大的中华儿女所认同的，也是为全世界有正义、有良知的人们所赞赏的，更是中国走向未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那么，我们党所创立的中国特色局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首先，他坚持了社会主义。这习近平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的条件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任何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根深叶茂，绽放华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轫于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上下求索，奠定于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实践，
成功于邓小平高岛宏阔的改革开放谋略与勇于闯关的胆识，传承光大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阔步向前。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处艰辛。1978年，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访问日本的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列车后感慨良多。就感觉到快，还要多么一码事，就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在这样啊，那中国要一个。1987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华访问，邓小平即对他提出忠告：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坚定表示，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正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懈探索和艰苦奋斗中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睿智地讲道：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肯定和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
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能做出判断和抉择。学者张维维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早就解体了。张维维同时强调说，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西方一直讲，特别我们叫华盛顿共识，我把它称作为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金融危机证明了，如果全部依赖市场的话，要出大问题。显而易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爆发金融危机的第一年，一组数据即令全世界为之震惊。2009年，全球 GDP 下降了2.2%。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总数高达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2009年，全球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10亿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尖锐地指出，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所以西方自己现在在反思，是吧？包括这个金融危机以后，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认识，是吧？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选举政治呢，造成了这个西方的政策，它是短期化的，而且呢是功利化的，是吧？选前呢就是漫天的许愿，是吧？那选后呢，实际上要为新的一轮选举做准备，所以它很难顾及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而是为了赢得每一次眼前的选举而不负责任的啊，去开出一些公投支票。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所坚持的中国道路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实惠是举世公认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当年率先实行土地大包干，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序幕。30多年过去了，小岗村始终承受着来自海内外灼热关注的目光。我们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经过了近35年来的改革发展，应该说我们小岗村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你像去年我们老百姓的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12100元，乡亲们都住上了别墅，像我们这个小区呢，就是最近2年新近建成的，
现在我们说我们这呢是嘛要小区，要不是搞我们家三儿子这么穷，上哪讨媳妇？没房子谁给你啊？现在呢？现在三个讨两个了，给他。现在。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都往前看。我们的总体改革思路就是让老百姓得到最大的社会，这是我们改革的总体思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所有的奋斗目标。显然，让百姓富起来，国家强起来，是中国道路的魅力所在，活力所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迎来了农业大丰收，解放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催生了中国的乡镇企业，逐步支撑起了共和国经济大厦的半壁江山。鲁冠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把一个只有几十人的乡镇企业发展成为了跨国上市公司万象集团。中国的是他的改革开放，他的 case 就是种农村 case 嘛，农村 case 就是种土地承包责任制 case。 那我们扎实了这一个中央的政策，我们就是要把产品销到国际国外去，允许我们出去是我们第一家出去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小人几十，对吧？到了85年的时候，到了美国，那欢迎吧，是吧？啊，他的中有中文了，有英文了，我一看不懂，英文我不认识，中文我认识，是不是？那么他翻译也到了，翻给我们看了，欢迎我们。再看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给我们申请。他给我们介绍的了，是吧？那么当然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自豪了。好，那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说，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其速度在50年前是无法想象。这是一个无人预料到的巨大转变。纽约时报刊发题为追赶中国浪潮评述文章，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创造了3个英国，这真是太惊人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证明了一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轴线。既然我们沿着这条路
把一个濒临破产的东方大国奇迹般的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当今世界书的成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再沿着这条路坚持探索下去，走下去呢？列宁曾经把社会主义形象地比喻成一座未经勘探、人迹未至的高山，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已经说明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克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遭遇到的困难、障碍和矛盾，还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做出回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凝聚全民共识。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行至深水区，两难问题突出，改革与发展问题相伴，经济与社会矛盾交织。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能在深水区反复摸石头。改革正攻坚克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巨大变化的背后呢，最关键的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农村的这些巨大的变化呢，我想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粮食产量的迅猛增长。1978年的时候啊，我们的粮食产量才6095亿斤，但是35年过去，去年的粮食产量呢，增加到了12039亿斤，就是35年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7.5%，但同期呢，中国的人口从9.16亿增加到了13.6亿，增加了4亿人，也就是增加了41.6%。所以这个巨大的变化能看出来，中国人人均拥有的粮食越来越多了，他们不仅吃得饱了，而且可以吃得更好。穿越春秋冬夏，横跨内陆大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再次点燃了全社会的激情。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履新后首次离京考察，就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地标广东。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宣誓改革，振聋发聩。20多天后，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深刻阐释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根本属性。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到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良性互动，凸显体大思精的时代特征。2013年7月23日，在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号召全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思考全面深刻。2013年8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又一次宣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01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上，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透露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始终是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中国。华盛顿邮报：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过去30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2%上升到目前的15%，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放缓，改革刻不容缓。每日电讯报：中国将会掀起下一个飞跃式大发展，推动中国迈入世界高科技富裕国家之列，并说此次全会将带来深刻变革，意义不亚于1978年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印度时报使用中国重启这个短语来解读三中全会，认为中国正处在改革窗口期，此次会议可能预示着国家经济与社会的重大变化。法国回声报出台的措施大多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将触及既得利益阶层。毋庸置疑，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可以预计的是，改革将再次改变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并给整个世界带来重大影响。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了历史的新高度。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创了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改革攻坚实现新突破，广深水、涉险滩一系列抓要害、动真格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转型发展再出发，中国经济航环在深处区穿越金融，动力强劲。十八大以来，典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马前卒，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务公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从财税制度试点改革到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从创新驱动中关村。十八大以来，国际舞台频频展现精彩耀眼的中国亮相。从领略欧亚大陆的雄奇，到感受阿非利加州灼热的阳光；从加勒比海岛屿到北美洲庄园；从聆听中亚大漠驼铃声到踏访东南亚邻邦。秉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坚定表述国家核心利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世界传递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与胸怀。十八大以来，民生改善、破解难点、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促公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强力推进，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与之密切相关的就业却创出历史新高。民生投入增速高于财政支出增速，生动地诠释着用政府紧日子换群众好日子的承诺。
你注意好，你们好，哎，你好，都住在这儿了，都住在这儿了，不容易啊。这是老四合院里的那个街坊，街坊这都是老四合院，这关系啊，真是，这些你们的生活啊，谢谢谢，会越来越好，谢谢，各种设施啊都会不断的改善。谢谢大家，家庭幸福，好，谢谢。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一个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必定能够拓展和走好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的复兴之路，追梦之旅。为梦起航，改革开放的航船正承载人类文明进步的新传奇，劈波斩浪，驶向中国梦的彼岸。这条路布满了荆棘，这条路充满了艰辛，这条路镌刻着苦难辉煌，这条路闪耀着光荣梦想，这条路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这条路河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从容我们自信，一条心情心情。